那天早上天还没亮，舒少爷就出门了，他什么也没拿，还和我打了招呼，我以为他去晨跑了，谁知道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 那段时间，大少爷就像疯了一样，没日没夜的找，找了整整3个多月，把所有该找的地方、不该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半点消息。 小严，你看小夏那事儿啊，都查清楚了，那是个精神有问题的男人，给小夏喝了下毒的咖啡。所以呢？所以你看，这报纸新闻都登了，小念要是看到啊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你们不懂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谢岩，嗨，好久不见了。怎么会是你？这次项目推荐会的主办方是科氏集团，我身为集团的大股东，不在这儿，那应该在哪儿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想问，这份股份3年前不是转交给别人了吗？怎么又回到我手上？对吗？他在哪儿？ 这话应该我问你。如果他有联系你的话，麻烦你告诉我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把他找回来。从今往后，他再也不用活在别人的阴影里，也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我要他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。1年前我收到这份快递。 里面除了股份的相关协议，什么都没有。我飞了趟乐瑶市，带了一个多月一无所获。你要不死心的话，就去试试吧。祝你好运。谢总，谢总，去机场，给我订一张去乐瑶的机票，就现在。 下午的机票，有什么事儿回公司再说吧。
想念，想念。小念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我不可能认错。你就是小念，我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不敢看我？出了场车祸，就变成这样，装了辅助器，勉强还能走。少爷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现在也看到了，回去帮我跟老爷和夫人说，我挺好的。麻烦了。你有本事就别让我找到你，不然的话你死都逃不掉。所以你别想了。